诸位同学，大家好！昨昏讲到注解内面引用佛经内底一段话，说明诸作业当的罪业对阿鼻地狱，该是。不孝父母，诽谤三宝，骂了六亲，欺瞒师长，诬陷善良。咱讲到这所在，下面要两句：杀害众生，造诸恶业。如是丁人来处受苦，后面呢？诸位家己去看就会用你咯。这杀害众生啊，特别是小动物，尤其是常常骚扰咱的，真是好心。人虫、狗虾、家灶这类的众生，无合乎的人就免讲咯，合乎的人也在所不免呐、啊。有意无意啊，就会伤害这众生。这是咱。真正合乎的人，菩萨心对倒位来做起呢？来对这所在来做起。这小动物来饲料咱，咱要有耐心，爱会当忍受。自古以来，真正修行的大德。受到这些塑料，伊袂怨恨这些小动物，伊活倒转来生惭愧心，世出世间法，总离袂开因果。为什么有一群人，这小动物未去饲料伊呢？你来饲料咱呢？决定是有前因，也咱过去也捌变过这个狗虾、人虫、虎神，也去饲料别人啊。今仔日咱的心转换过来了，所以呢，这个因果内面讲啊，以因一道莫非前定啊，人甲人，人甲一切众生。无量劫来的业缘，未出报恩、报怨、讨债、害债啊！那是无这四种缘，有当时啊看都看袂到，也有当时啊看那像无看到的，这种情形。事实真相啊！我想，咱每一动手拢会当啊体会到，只是体会了无够深刻啊。无够深刻的原因，是对有经教涉入无够深度，佛经教咱。深解义处啊，
如果咱有深度的去入，你自然就明了了。然后伫这世间，你的心就平淡，顺境袂去贪心。逆境，绝对袂嫌晚。善人恶人，伊就平等看待，心就平咯。这个道理咱来捌啦。修行伫倒位修呢？也就伫这个所在修。修行那含来读经，念佛也那含伫持名啊，都一门啊，拢含伫一切法门啊。真少人把这个道理啊，会当做到的更加少咯。有经常甲人讲，真正通达做到啊，这个是发心大事啊。观高菩萨、离行圣者，通达也做未到啊。这些理论方法境界华严经上讲得最透彻最明白哦。因你弘一大师教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学佛应当对华严所抄来落手啊，真有道理啊。通达华严的理论方法境界，无论修学多一法门，拢是圆顿大法。拢会帮助咱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殊胜的境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拢是佛化缘的生活。所以古代的称这部经叫做根本的法轮啊，非常有道理啊。最后的这句是做主恶业，恶业无量无边啊。菩萨的标准啊，凡是个性德相违背，拢是恶业。当然，世间人认为是善法，菩萨看到是恶法啦。为什么不出六道轮回？六道内面三善都享福，不是真善啦。福享尽了，也得爱对了啊。不但六道内面啊，无真正善法。殊胜法界也不是真善啊，真善绝对都爱啊，超越十法界啊，那是真善。永远未退转啊，这是真善。
这段文做了两句的总结，做王之林定立地压，这个武器非常肯定，一丝毫一无无的拢无，决定对地压。要后劝咱，参那诸事，便当力行民主。这个诸事就是讲你有幸在十法界内面得人心啊，得人心，在咱现前这个阶段。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人的寿命无长啊。唐朝杜甫讲过：“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唐朝的人讲的。无定着，大家认为讲现在医药发达，人的寿命长咯，无一定啊。那是讲医药发达，人的寿命会当延长，因果定律那就会推翻咯。寿命长是有原因的啊。这点咱来了解啊。但是，如果就全球人民平均寿命来讲呢，较无七十岁啊。佛法讲的是平均寿命。个别寿命有长的，继续成长寿的啊。也民古部各个人无同啊，咱明白这个道理，咱深信不疑啊。所以诸事时间无长啊。但是呢，佛法内面讲了真好，佛性门中有求必应啊，有长寿得长寿，有长寿绝对不是求医药，绝对不是求保养，那是无办法改变命运啊。怎样求长寿呢？改变咱的业因啦、啊，恁伫《了凡四训》内都有读到，了凡先生寿命只有五十三岁，伊活了七十多岁，说明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也咱想要求什么款的果报？要做什么款的业因啊？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所以佛菩萨在这里劝咱，咱诸事时间短啊，明白这道理，要力行仁慈，广受众善。消毒三障，清净六根，念佛持斋，参禅学道，古桥三界，经脱四生。很难做这些代志啊！开始学的时阵，
是真勉强来做的。做了几年了后啊，渐渐就习惯了。我是一个凡夫心，也将失去真重啊。可是我真正是亲像张家大师讲的啊，一生佛菩萨来照顾呀。佛菩萨和我受种种折磨，我啊，也我因为啊相信老师的话，这些折磨拢是佛菩萨来照顾啊。我修布施，为什么人一定买呀？你唔可以袂用呢？好了，就布施啊！慢慢啊，学偌侪年咧，慢慢就自然咯。忍辱人欺负你，侮辱你，折磨你，你唔受啊！对忍辱，渐渐的心就平了，心就定了。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啦、啊，心清净，心定，智慧就开了。所以，所谓接我外的人，侮辱我的人，我心目当中拢是佛菩萨示现的。无这些人为难，哇！哪会当成就呢？六波罗蜜是安尼先修成功的，哪会讲这个六波罗蜜啦是伫一盘风声当中修成功的？无这道理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也都要经过真多磨难呐，不上圣道来对行魔。行魔甲注意讲，唔是伫迄段时期啊。对于出世到实现成道，几十年当中，逐工啊，拢伫咧行魔，逐工拢有魔障啊。哇，一句话讲，你都爱会堪咧考验。你才有成就啊！人决定要有爱心。咱现在读《大乘经》，《大乘经》里面讲得真清楚：诸佛如来是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家己的身上啊。发心大事无心相，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时的心相叫做发心啊。伊所现的报心，报心是智慧啊，智慧也无形象啊。报心是不济啊。发心是离体啊，应化心是解脱啦、啊，解脱就是自在啊，大自在啊。为什么应化心叫做解脱呢？这是对众生讲的、啊，众生的身体也无心啊，未自在啊。和烦恼甜着啊，和生死限制着啊，
何时现种种身相？随类现身，所现的身无烦恼，烦恼解除了，无生死，无生死叫做脱啊，无烦恼叫做解啊。和菩萨所现的心，跟咱是无共款啦。这个解脱通常讲发心大事啊，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见思烦恼，解脱了。临终烦恼也解除了，每面烦恼也破一分了。所以这是诸佛菩萨的应化心啊，跟咱凡夫的心是无同款。佛教咱还有真诚的爱心、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无分邪正，无分善恶，无分利害，一律平等爱护。咱哩头前讲个啊，顺意善心，顺意善意，顺意善行，顺善呐、啊。但是邪正是非善恶，犹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影众生祖先的善果，知影一切众生作恶爱受恶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的关照啊！照个清楚，心内决定无动心，无起心动念，也就是讲无好恶。唔是讲说咧啊，咱就欢喜呀，恶嘅就嫌弃呀，无啊，不起心不动念是讲这件代志，就是讲啊，心内纯善咧，这个善唔是善恶嘅善，善恶嘅善也不善，善恶两边啊，拢离开咯。邪正两边啊，拢离开了；厉害两边啊，拢离开了。这是真仙呐、啊！所以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经验之中，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这才叫做广修众仙呐、啊。消毒三种，三种自然就毒了。无这个功夫，三种太难了。三种是这个血液苦，也买当工。那现在所讲的梦想分别执着。清净六根，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真正不念接触清楚明了，是不自观照；一定不念是心清禅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这就是清政六军啦、啊，这就是多列六军，念佛持斋。斋也本意是身心清净，也在的习俗内面，持斋一般人拢把素食当作是持斋，嘛用的啊，素食是持斋的一部分。参禅学道，参不用意识才叫做参，用意识心就不是叫参。另看宗门里面讲的理心意识参，什么意识是八识啊？心是阿赖耶，意是原那，色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分别，原那是执着啊。阿赖耶是落印象，离心意识就是讲唔通执着，唔通分别，唔通落印象。这叫禅嘛？禅是什么呢？禅是佛心，该是佛行。教啊是佛的言语啊，以这句佛号传播通念，这归到念佛法门，所以这文理啊真好，头前念佛啊，持斋参禅学道。现在当住五十三参，第一就是参风，加上文 BQ， 加上文 BQ， 甲伊讲了二十一种的念佛法门，这二十一种点开来，就是以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佛法，每一法会当啊超出念佛法门。五巧三界啊，经团四星啊，不但超过六道轮回啊，超过十法界咯。这太乱十法四星啊，用永远摆脱咯，不生不灭啊。这是佛地这地可靠不心更多人咱来真正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历史练心爱会看你苦验会看你磨练练到落血顺清就去你佛的境界了。佛的境界，这是家己本来面目，是家己本来的生活环境，真正回头了，真正回去了。六道是伫外口流浪啊，十法界也是伫外口咧流浪。入已经法界，即转去了。
这就真正的安稳啊！啊，既然时间到了，那就讲到这地啊。